的脚，小心哦，要站好哦，来，先看我，交叉，美了，右脚，交叉，哎呦喂啊，你像狗啊，脚太短了，交叉不了，再跳一次。好像有人脚不是打结，是僵直不能动，对不对？最后一次，往上踢，踢住往后。感谢你们，谢谢我们的雅玲老师，灯笼啊，也要邀请了我们的贵宾们呢，是不是先到我们起跑总决赛的地方来呢？准备跟我们这个梯次十二公里要起跑的选手们呢，来个大合照好吗？来，可以行。因为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有几位贵宾来到我们的会场。首先呢，邀请呢介绍的是我们的台南市大家长，我们的市长黄伟哲市长来到我们的会场，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陈廷飞立委也到我们的会场了。哇，我们等一下呢再邀请这些长官贵宾们到舞台上跟我们加油勉励几句好吗？现在呢，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十二公里的选手，还有我们的这个长官贵宾们呢，在我们的舞台前方这边来个大合照咯。那所有呢十二公里的朋友，是不是让我们的市长，让我们的立委，让我们的所有的总干事们呢，来看看大家的热情好吗？